我这有个信是给千玺的，她是一个四川的姑娘，然后她是学市场营销的，但是她很想去湖南广播电台，她还给湖南广电投过实习简历，但是因为专业不对口，所以就没有后续了。在写这段话的时候，手机的音乐刚好放到了再一、再二、再三，我们总归得会长大，但希望我们都不要害怕红与白的自己。如你所说，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。你是最闪亮的星，你追世界，我们追你背影。我老觉得喜欢一个人、欣赏一个人是件很美好的事情，但我不支持盲目的觉得自己可以为这个人做很多事情，因为这个人他要自己努力的，你的 idol、你的偶像，他要自己努力的，他不是靠你去喜欢他变得更好，他是要通过自己努力变得更好，让你更喜欢他。这个逻辑关系应该是这样的。最开始就是我一直都不管我那个叫粉丝啊，一直都是我称作家人。我一开始就立特别严格的，就是我们之间有一些约定，就是我第一不收礼物，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没什么钱，不要送花，因为花也浪费，也不环保。然后另外就不接机，我不允许接机。我个人觉得，我为你提供的不是见到真人的那种，就是皮相。我为你提供的是我在舞台上认认真真做一个作品带给你的，就是作品的力量，和我这个人，其实我是有输出的。